三号粉丝提问：如果吃鸡武器不用换弹，应该选什么武器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会选哪把武器呢？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萌新选 M200 的属性非常完美，在有战术瞄准镜的情况下，可以说是加强版的 AWM。只是捡到的408口径子弹有限，很多时候都不够用。如果武器不用换弹，那肯定会有大量萌新选 M200。二，高手选维克托。维克托作为射速超高的武器，近战爆发非常高，只是在实战中很容易一下子就把子弹打光，在面对多名敌人的时候很难做到一扫打多。如果武器不用换弹，那对他的提升无疑会非常大。三，大神选信号枪。如果武器不用换弹，那用信号枪可以不停地召唤飞机，让整个天空都布满空投，这时候就考验谁的设备更好了。不过也有很大可能直接就把房间都给炸没了，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体验。小伙伴们，你会选什么武器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